金饰的，所以呢你可以在胸前绑一个平结，也可以在胸前这边中间绑一个蝴蝶结都可以，有点那种圆弧小裙裙的感觉。所以呢你们呢可以在度假的时候就是穿着比基尼啊，或者是小可爱的时候有点小慵懒，整件穿下去一样是凉感的，然后非常非常的柔软哦。我们今天在帮大家选料子的时候真的不太重，所以可以当一个防晒打底衫。侧边你看是前短后长，然后又有小圆弧，外面你绝对找不到这样衬衫，因为是完全是我们独家制定款，而且这边其实做了很多跟外面有别于不同的衬衫的一些线条。跟着巨人狗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